那个玩车的朋友，哦，今天好累，阿伯今天要去替我那个许久不见的阿如做个保养跟检查，因为基本上我3000公里换一次油，我都没有骑到过哈，所以我的习惯就是半年，因为机油接触到空气之后会有一些水分哦，所以又没在骑，所以有时候我正常都是半年的时间都会做一次更换了。好了，好久没看到它哦，超脏，全部都是灰尘。好了，我要整理一下，戴个帽子，好，准备出发喽。现在到尾红了，这是阿伯换机油，大概半年没换了，顺便检查一些东西，看一下阿姨有什么建议的。阿姨，嗯，那我这种一般拼很久的车，嗯，就是大概都半年会保养一次。通常脚是都没在骑，或偶尔骑骑几次，可能就是半年就换油了。半年换。对对对。那我其他东西要检查吗？就其他油水啊，油水、刹车那一些。所以你要再巡一遍。对对对。应该先拆壳。对，先拆壳。这台车壳拆掉，油芯会比较好换。哦。所以不是油芯一起都换掉吗？对对对。骑了就骑了。那么严重啊！半年这个没在骑的车，地色油变黑色了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本身这台车真的积碳积得很严重。他说如果它积碳，对啊，因为油会清洁啊，还清洁的话，除非你这台车内部的那个引擎内壁都是油垢还是什么，还它去洗就会很快就黑了。所以我引擎里面应该很干净，应该干净，都没在洗。哦，阿伯换下来油啊，300B 还跟新的一样。所以这上面也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上面它有磁铁。哦，所以重机都会有是不是。对，没有，都会有。通常来说，整体的有原厂附的，就上面就有一个磁铁。像本身假如说有那个像那个机械磨耗的一些铁粉还是什么，就会吸在这个上面。所以铁粉会看得到？会啊，它会吸在上面。屑屑吗？还是这样够而已？嗯，这个是够。有些机械磨损，它会磨吸铁屑在上面。这算干净的啦，都是。没有铁粉还是什么铁屑在上面，所以可以卖一个好价钱。对啊，假如说改装的话，它在里面这边，它会有磁铁在里面。哦，那中间。对对对，会有一个磁石，所以它一过滤的时候，它会先铁粉会先吸在那个磁铁上面，再过滤。那很贵吗？其实还好，现在做的500块到600块就已经都有了那个东西了。对啊。IKN 的话有它的优势在啦，因为它就是流速快，其实它油压会比较稳定一点。这对拉转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其实没什么关系啦，就是说润滑效果啦。对，可是油压这种东西，其实你说它不重要，其实它很重要。像油芯这种东西啊，你看它不起眼，可是这个只要一有 trouble， 你的引擎就会挂掉。像这个啊，只要有冲击到。
有凹掉。哦，你说撞到？嘿，有凹掉，你看它都要先检查表层哦。啊，你假如说有些东西还是怎样凹一点点下去，其实它会阻挡到它的油压。哦。只是我们在熊不会，因为它油灯不会亮，所以你当有什么压到还是什么猫下去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油压会失压。嗯，它，而且它猫掉它没有无预警的，它车还是可以骑。哦，对啊。可是它油压它会失压，它有时你吹高速的时候，它油稍微失压的时候，波斯就会伤。嘿嘿，就先伤波斯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它也是蛮重要的。对，这个其实这步骤其实很多会忽略。你说先倒进去它滤。对，因为它滤纸里面要先稀释这些油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应该还会把它倒掉吗？不用。嗯，不用啊，不要，就让它一直稀释。嘿，一直让它稀释。这是为了算准公升数吗？不是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全新的东西它滤纸是干的。所以我们直接这样装上去的时候，它假如说我们假如有习惯性，就是有些人你注意看它会发动，发动就直接这样吹油门，所以它油打进去的时候要需要一点时间过滤嘛才会出来，因为它滤纸要稀释。对，它其实这个动作几秒的动作，它会有些东西会润滑，就跟施压的意思是一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倒油，先让它一些滤纸先稀释这些油，装上去的时候，它一发动的时候，其实它油就可以迅速。哦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对对。哦，好好好。其实有没有倒油进去跟直接装进去，其实就我觉得是碰运气，因为你装上去，你发动，你不要吹，你单边发动，它还是可以润滑，还是可以正常润滑。只是我们就是会，对对对，因为它这个动作你。小长期间这样用，其实它就累积嘛，因为它不会马上就让你坏掉，不会说你油没倒掉，你装上去，你在那边发，哇，引擎声音跑出来坏掉，不会。可是它第一件来讲，就像波斯一点点小受伤，它不会马上呈现出来。可是你在骑的时候，长期累积，寿命就会紧。这跟油芯位置怎么差？如果在下面的话，它就直接流下来了。其实没有，因为它是里面打的油道的问题啊。所以我只要一发动，它才会打出来的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装上去之后，基本上油是不会流出来的。不会流出来，就算我保养把油都加进去，对，油还是不会倒，不会倒这边。哦，它只有在发动的时候，机油才会打，嘿，机油泵不运作，跟引擎一起运作的时候，油才会开始送。你倒到，其实它这样已经吸收的差不多，因为里面还有油吸不进去了。这就是里面的滤纸都已经。哦，这样就对对对，所以不用把它倒嘛。对对对。装具而已，对对对。那你是公升几罐几罐？公升有不一定哦，因为有的3到4罐都有。那你像R1有4罐多。哦，R1比较大。对，有底壳，有底壳部分比较大。对。哦。对，不一定啊。所以差不多是。目前都是3到4罐左右。3到4罐哦。倒了3罐进去，它油量是接近上限。可是等一下还要发动车子，让它全部再乱过一次。乱完的时候，它绝对不会在这个位置，绝对会还会再低一点。然后它有分上下限，哎，通常我们在倒的话，不会把它倒到全满，因为你这样里面的油压的空间会过高，它会往空滤那边喷，所以尽量都是上限下来一点。那我们等一下。所以等一下发动的时候，它会再少。哎，它会吸下去，它会吃掉，因为滤芯那些全部都会再耗一点，然后再对，就还要再补。等一下的时候，它会跑一点上来，像这样都还是不够，我们就还要再补油量上去。对啊，所以它还要再补。对，所以你看它原厂建议是3罐，可是我们家已经加3罐，它还是不够。所以因为有换油芯，然后油芯就会再多一点。对，机油的部分。对，机油部分这样就完成了，然后就油面确定高度。
OK， 然后发动看周边机油螺丝啊、机油吸引有没有正常回收漏油，这样就完成。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游移间隙啊，不能太松，不能太紧，太紧的链条会影响到后避震的作动，因为它太紧，对，太紧，太紧，避震器作动会受牵引，所以太松又不行，太松的话骑起来顿挫感会很大，还太紧会影响到避震器的作动，所以就要刚好像你这样的链条是 OK 的，对，这样是 OK 的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这就是超过超标了。对，含水量太高了。有在提的话，是沙热的时候滚嘛，油会滚，所以它还是会有水蒸气还是什么残含在里面。那我们放在地下室还是什么，其实你就算没在提，它里面湿气一些问题，所以它一样会含到水里。都一定会啊，这没有办法避免。这就是要换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应该也精彩，对，应该这个应该更精彩。那天油都是超过了，对啊。这东西你们建议多少要洗一次啊？你在骑车有空？通常来讲，我们都是一万公里大保的时候就会换，不然就是一年。换全部。开心吗？对，开心的。不用开心的。有空我用完刚好补正新的。所以你们比赛车就是开完这罐，就算没有用完也不用了。对，就不用它，下一次就还是开心的。那怕那水湿缺完。对，因为我们盖子只是你这样盖上去，它还是会跑进去。没什么用。对对对。它套着保鲜膜。对对对。啊，那也没什么用。对啊，就还是会怕，就是都开心的。还是要密封。对对对。的空气要从卡钳放吗？它卡钳跟总泵各有一个螺丝可以放空气，所以要轮流放，这样空气才会干净。你这个还好，你这个还没有 ABS， 你只要有 ABS 的话，放的顺。ABS 放的哦，那个更麻烦，连上还是什么？所以这样 ABS 要配合电脑。对，我就让它一直去做动。对对对，让它做动，然后让它排空气。不然它像我们传统这样排，可能会排不干净。就是尽量就是一台车就一罐全部把它洗完，因为其实它真的这样放干净，其实不用一罐，如果半罐其实一台车就可以用起来，对，它只是就让它算整台车洗，对，洗干净这样，对对对。我这现在是手棒，对，手棒也要洗，你就让旧油出来。这个是一样在中间，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来临片剩多少，因为通常刹车油不会无缘无故减少，当它减少的时候，不是刹车油气化不见，是因为来临片没了，来临片没了的时候它会往下掉。可是当我们现在就是在换刹车油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判定你的来临片剩多少的时候，一样是就抓中间，因为你下次换来临片，你把活塞推回去，它会跑上来，有时候会满出来，对。
刚刚是冲到五座。这继续转换。